接下来请看第十一题。He told the doctor he blank a cough for days。好，题目说他告诉医生怎么了？来，我们看一下这个 told。told 是 tell 的过去式，是不是过去式？OK，好，tell 的过去式告诉。好，他去看病了，告诉医生，哦，他咳嗽好几天了，for days 好几天。For days 好几天，好，cough 是什么？咳嗽。我们如果咳嗽用 have a cough 或 has a cough，用 have 还是这个动词哈，cough 这个叫做咳嗽。have has a cough，好。然后呢，你看到是不是先咳嗽才去找医生？OK，先咳嗽才找医生，对不对？所以他告诉医生他咳嗽了，所以这个点就是用什么？用过去完成式，哈，因为他去找医生，咳透的是不是过去式了？好，然后咳嗽这件事情先发生嘛，所以过去的过去，过去的过去，所以用过去完成式 had 加 PP，had 加 PP 哦，所以这个 has 错，would 错，was 错，所以是 had。诶，怎么会两个 had？对呀、啊，因为你们看这里是用 have 还是 cough，那我们的 PP 就是 had 嘛。所以会有两个 had 是没有错的哦。第一个 had 是 had 加 PP 的 had，第二个 had 是什么？是 have has 的 had，这样子知道吗？这两个 had 是对的哦。OK，第一个 had 是 had 加 PP 的 had，句型的固定的用法。第二个 had 是从 have has 变来的，它是 have has 的 PP，这样了解吧？好，所以第十一题答案要选出。OK，好，看第十二题。好了，第十一题，来，我们把句子完整的句子念一次。He told the doctor he had a cough for days. He told the doctor he had a cough for days. OK，好，第十二题。第十二题，blank the foreigner，foreigner 外国人，ever 曾经 blank Chinese New Year before he blank to Taiwan。好，意思是说，诶，在这个外国人搬到台湾来之前呢，before 他曾经，ever 是曾经，他曾经庆祝过春节吗？哦，他曾经庆祝过春节这个节日吗？OK，好，所以是不是啊？你看哦，在他搬到台湾来之前，是不是已经搬到台湾来了？好，已经搬到台湾来了，对不对？好，然后呢，是不是有庆祝过春节这个节日？所以是不是用过去式还？哎，过去完成式 had 加 PP，had 加 PP，对不对？好，OK，所以呢，had 加 PP，好，因为它是问句嘛，所以 had 会到最前面来，had。OK，好，所以 had 开头，did 错，has 错，had 对，would 错，所以答案是选 C。这样了解吗？哈，had the foreigner ever celebrated before he moved 搬到台湾？OK，好，搬到台湾，他在这个外国人搬到台湾之前。他是否哈有庆祝过 Chinese New Year 春节 Chinese New Year 哈中国新年就是春节 Chinese New Year 春节 OK 这个节日哈这个节日嘛，所以呢，你看搬家 moved 是不是过去式哈搬到台湾来，然后呢在来之前有没有庆祝过，所以是过去的过去，过去的过去用过去完成式 had 加 PP，所以十二题答案要选 C OK。好，来，再我们看一下第十三题。第十三题，The bird jumped blank the man's shoulder, and the man left blank a smile on his face。好，他说这只小鸟的 bird jumped 跳，小鸟跳到什么？这个男人的肩膀，shoulder 是肩膀。
好，是跳上肩膀还是跳下肩膀呢？哈，我们再来看选项来选。OK，好，然后这个男人 left 离开的时候脸上带着微笑，on his face 在他的脸上，哈，face 是脸，在脸上带着微笑，带着微笑离开，什么 smile？带着微笑，哈，带着微笑我们会用 with 这个介系词。with 好，所以看 a 有 with 对不对？好，at for in 都不对。OK 好，带着微笑 with 啊、哦，好，来，那你看到跳上 onto 这个河吧？对的，所以是 with，所以第十三题选 A。好，这个是 onto with。The bird jumped onto the man's shoulder, and the man left with a smile on his face. OK 好，所以十三题选 A。那我们看第十四题，Josh blank in the river for hours. Isn't he tired？他说 Josh 呢，在河里面已经怎么样？是在河里面游泳。好，for hours，好几个小时了。我刚刚是不是 for days？可是好几天啊，for hours，好几小时。他不累吗？Isn't he tired？累？累的，他不累吗？这个累好丑，改一下。累的，好，意思，诶，isn't 是不是现在式？跟现在有关系是哈、哦，就是表示什么？他从过去到现在，他还在有，好、哦，他从过去到现在，OK，好、哦，这也是现在，这是过去。从过去一直到现在，哦，还在有，还在有，一直在有，一直持续的在有，是用什么式？用现在完成式嘛？哦，have has 加 PP。从过去到现在持续的动作好几个小时啊，他不累吗？这是不是现在式？是表示什么？他还在有，哎呦，他已经游那么久，还不累？他不累吗？游了好几个小时，不累吗？have has 加 PP，对不对？好，用什么？现在完成式，OK，好，用现在完成式。好，fs 加 pp 哦，哎，错，这是过去式，过去式错。好，Josh 呢？Josh 主升单不会用 have，要用 has，所以 C 是错的。来，所以做最接近答案 has been 是 willing，现在完成进行式，这个叫做现在完成进行式，表示他现在正还在做。好。从几个小时前一直游到现在还在游，他现在还在河里面游，现在完成进行式，强调动作正在持续进行中，现在完成进行式。OK，好，这个比现在程式还要更细哦，更精准。现在完成进行式，现在还在游。OK，所以选 do。那万一没有 do 这个答案，就是选 has swum。好，用这个现在完成式 has swum。OK，如果没有 has been swimming，这个答案是比较精细、最精确哈、哦。如果没有的话，has swum 也可以。好、哦、，OK，持续到现在他还在做 has swum，OK，现在完成式，这个就是现在完成式的写法。好、哦、，has swum 就是现在完成式，现在完成式，你看差别在于这里面嘛，has been swimming，因为我们进行式，进行式是不是要用什么 be 动词加 ving，对不对？be 动词加 ving，好，进行式要 ing 嘛，所以它合起来，现在完成式加进行式合起来变成这样子，has been swimming，现在完成进行式，OK，所以十四题选 do。好，Josh has been swimming in the river for hours. Josh has been swimming in the river for hours. Isn't he tired? OK，好，十五题。那我们看第十五题哈，第十五题的话，OK，好，第十五题是在考你介系词。We have a big family dinner blank Chinese New Year's Eve。他说呢，我们有一个什么？Have a big family dinner。好，那个盛大的什么聚，那个家族 family 是家庭的嘛，哈，家庭的晚餐就是大家一起围炉啦，好，一起围炉，然后呢，在什么？
Chinese New Year 是不是新年？新年的什么前夕 Eve 就是什么除夕，所以 Chinese New Year's Eve 就是除夕那一天，是不是要围炉？所以 have a big family dinner 就是围炉哈、哦、，have a big family dinner，围炉吃年夜饭围炉，OK，好，所以呢，这个啊、哦、前夕是不是半天？有没有那个晚上嘛？哈、哦，那就算什么？半天哈，什么一天半天的用什么用 on，所以选 A，知道吗？哈，时间介系词小心哦，应加什么月纪年、月份、季节、年份，应加月纪年、月份、季节、年份。OK，是不是不对？on 加什么？on 加星期、日期。好、哦，特定的时间，什么样特定时间？啊、哦，比如说，你看哦，除夕，除夕是不是那个过年的前一天的晚上叫除夕？是大概半天的时间，对不对？好、哦，或者在过年的那一天用 on，好、哦，母亲节的那天用 on，OK。然后，比如说母亲节的下午，我们要去陪妈妈去喝下午茶。好，或者说，哎，父亲节的晚上我们要去吃大餐，对不对？好，或者什么万圣节的晚上我们要去，扮鬼吓人，对不对？哈，或者是什么礼拜三的晚上要上英文课，对不对？类似这种特定时间，然后它是大概是一天或半天的，好，特定时间一天半天的都是用 on，OK，所以十五题要选 A。We have a big family dinner on Christmas. No, sorry, Chinese New Year's Eve. On Chinese New Year's Eve，哈，老师眼花了，对不起。On Chinese New Year's Eve，除夕用 on 哦。OK，好了，以上的重点请先记录下来。